哎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《魔力火车》经典魔影列车。这一期的话，继续马虎，继续和谐电影重载列车。我是要让过刚才上一期结尾看到的这个什么服役机车三，反正我晚点，他晚点。我正常6:05出发，但是他才过去。至于他为什么才过去，那想必各位已经知道答案了。制动目前是有的，一会儿直接缓解就可以走了。等他开出一个信号区间，我就可以发车了。他的速度出一个信号区间也快。对面过来个9，也是客车，那都是满编客车呗，是满的吧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，数到哪儿了？应该是满的，管他数到哪儿了，不重要。他快要过去了，看看对面的车吧。我爆内存了，我赶紧存到。这幽灵。我操，卧了个大草。他快要过去了，他还不是幽灵。我可以准备走了。黄灯。黄灯减速。耶，车怎么不动？这是个啥呀？运转位没有问题啊，怎么给我卡这儿了？置，哎，动了。主打一个稳。跑多远啊？43，天哪，开死人。反正放在游戏里边挺枯燥的，放在现实也挺枯燥的。枯燥的火车司机是这样的。道岔限速45，那我应该能在车尾过道岔前加到45，根据之前的经验。这都是啥呀？原编电流，哦，电压。慢慢提速吧，终点是三门峡西，侧线4。29，这边目前没有坡，毕竟才出车站嘛，正常。直接进隧道。绿灯通过。滑一段，这速度应该是可以直接全功率了吧？先等一下。
走。下坡啊，20%的下坡，这个爽，可以发电了，化身为发电机，甚至我可以直接滑下去，不需要动力了。但我晚点了。你要说晚点，好像货车有那么详细的点儿吗？没事，跑快点儿。还是尽量不给别人添堵，我之前已经在给别人添堵了。一会儿准备一下电池洞，不知道这一个机车电池洞够不够顶这个坡的，有可能是不够的。好像够。啊，还是不够的，和我预想的一样，这功率都爬坡都爬不上去。怎么会这样？发电机很好，既然机位3就够用了，维持住速度。哎呀妈呀，什么动静？闭根通过。按理说不需要那啥了，不需要再截图了，封面是够用的。那这边的护栏比较。哎呀妈呀，比较没有杀伤力。闭根通过。视频开头的截图没反应过来，点了 F12。要是用这个好了，没事，后期裁一下。坡度又恢复了，没事，下坡小问题。这上坡爬不动，没想到下坡电池洞会够用。按理说电池洞的力度应该不会比功率大啊，不过速度搁这摆着呢，哎，对。毕竟速度高，嚯！我靠，这个视角爽啊！暂停，以防无人警惕。但不太好拍就是了。再远一点呢，远一点有树挡上了。干我！我操，这未免有点太远了。看的还是挺爽的。走。闭根通过。交口侧线还有10公里，他预计6:22就能到，这时间够吗？这才7分钟啊。7分钟跑10公里，差不多好，目前速度能维持在80多，那应该是够的，也许吧。溜一段，不溜了，顶住速度。
立马反悔。前面又有下坡，看来最难的那一段已经过去了。而且是肉眼可见的坡度，我忘了鸣笛了。滑不动，我的电制动机位零也会有影响，好像是会的。24.1，这快到干到25的坡了，吓人。之前开客车的时候还能没事看看隔壁的大客比比谁更快，现在我这玩意儿好像没有什么比的必要了。可以跟货车比比倒是。他目前的预计时间已经到23分，我都感觉我22应该是开不到小口的，按他那个里程。这游戏算直线距离还是？可能也是直线距离，所以说会有点偏差。不知道，没研究过。魔力火石 GS4 是直线距离，这个在那种展线上会比较明显，公里数越跑越多。这儿虽然说有弯，但是也没有那么弯。我前面跑这儿可能会能感觉到，到时候看看吧。也不一定。这个月亮还挂在天上，6:19了，这是一个我还没有起床的时间，看着像白天一样，实际上天刚亮。其实夏天的话，天应该已经亮了一个多小时了。还是有坡的，不能直接放到零位。看看我前面的客车跑哪儿去了？这儿，它也能到交口了，是吧？这是三门峡站，我在哪儿？交口侧线是什么地方？哦，好吧，比我预想的还是要快很多的。那三门峡西就远了，21了已经，这预计时间越来越远。他预计我22到，现在已经23:30了。
要不我试一下定速，它定速能定，能管减速吗？就这个定速我很难去定到一个很准确的线上，因为我感觉它好像没有那个，就是数字显示的速度，目前看起来是卡在80上了。好像是有用的哎，好像这种地方挂一个定速会比较省事儿，这只需要注意危险警。算了，一会儿再试。绿灯。还行，可能比他预计的时间到太早了。三门峡西侧线预计43分44秒，还有20分钟，27.91公里。目前公里数就不动了，那看来真的是局限距离，目前在往三门峡的另外一边走了。不对，我才到这儿啊，三门峡搁哪儿呢？目前如果是直线27，好像确实在越跑越远。它这个距离目前就不动了，等等看。这是单线吗？还是另外一边的线路直出去了？不对呀！好像是这样的。另外一边的线路不在一起，我不知道这边哪边算上行，算下行啊。我这个方向应该是下行吧。给车钩带来一点压力。闭根通过。另外一边的线回来了。24.14，刚才是卡在多少来着？27.9，那好像也不是直线距离啊。这个位置它距离还在降的话，应该就不是直线距离了。那估计就不是直线距离。这样他这个预计时间应该还是比较准的，他刚才不知道因为啥卡住了。
应该快到三门峡了吧？好像这也不是。应该是我在哪儿呢？是要进三门峡了。这客车还搁这儿停呢。这边的 AI 车怎么哪个方向的供电都是挂前边？灯都没开，扔这儿了。地根通过。那看来这个游戏不是直线距离啊，距离还是在越来越短的。是熟悉的坡度，它这个电池用几倍零，好像还真有这种力，不是很多。过了三门峡应该要去绕圈了。嗯，这么大一个算展线，这坡度应该是了，但是圈子兜得够大的。地根通过，地根通过。还是为了钥匙区域啊。应该不全是。主要我看这边坡度没有那么大。
跟通过。要不然那个公路小，两边间不一样高。直接接到那个河堤路上的路口了，神奇，一个大坡。现实中应该不至于是这样的，那不知道它什么结构，迷惑。前边有75的限速，好像也是没有 LKJ 这个面板，并没有给任何日高限速的提示。这个红的，哦，这个红的好像是，还有500米，还给你归零了吧，占个位置。对，这红的是下一限速，没事，有 HUD 的无所谓。这边又开始上坡了，这坡度又要全功率了。这儿，那限速可能因为前边的曲线，这是啥呀？玩家啊，我在这儿啊，这后边跟了个客车，那没事了。啊，辅翼机车三呢？找不着了。耶，消失了。之前我前面的车跑哪儿去了？可能跑出地图了，不在这个线上了。我终点是这儿哈。上坡的速度都维持不住了。哎，这隧道没鸣笛，主要六号看地图似的没看见隧道。虽然说从声音能听出来，但那已经晚了。10公里，这次预计的时间要5分钟，不是要那个9分钟，就在65，那8分多。我的数学，
拿捏不准的坡度，也就等于没有了。后边那个大太阳，和加尔士的窗有那么透光吗？地震通过。其实这么看，这个车轮还是很鬼畜的。地震通过，地震通过。还有6.6公里，刚才闪现3.6。吓我一跳，没事，不着急，我这个速度挺得住。绿黄灯还早，还有5公里到三门峡西，注意一下倒插限速就好，提前减点速。虽然说这车那么长，但实际上制动并不难控制。绿黄灯，注意运行。哦，看到了绿黄灯，下一个信号也就1公里多点儿，不远啊。105这个限速就跟我无缘了，我加速呢，根本来不及加速。等他读一下下一个信号是啥。他这个信号灯位置和地图上标的也不一样。下边黄二，那和上一站进站是一样的，黄二后边是一个双黄，然后那我还是不需要减速呗，有点极限。游戏是这样的，双黄灯之前减到45应该就可以了，下一限速45还有2公里呢。在下一个信号机的后边，好黄耳朵，限速提升至了105。对面来车了吗？哦，没有，你看公路上的客车，差不多。这个坡我应该是可以直接滑到限速的。双黄灯特线进行，双黄灯特线进行。好像不够，够，45，现在67了。
六只大鸡，已经可以看到前面的信号了。目前速度有60，还是上点电视动。OK， 正好，后边车尾还在坡上呢，能给我拖一点速度。这就是个普通任务，长距任务的话，我应该也会因为晚点扣分，没事儿的。给点动力，把后边的车厢拉上来，不然光靠滑可能滑到明年去。双黄灯特线进行。看，那每次骑到驾驶室都会限速。特线进行。游戏的问题，不知道是不是故意这么设计的。OK， 准备撂大闸。看一下，直接上的是制动位，要撂到中立位需要以特别快的速度去按一下键盘。我直接这么停下来算了，反正车尾进来的，停这儿应该这位置也是可以的。确实有点靠后了，有一点靠后了，这没事儿。这位置倒是 OK， 行，这样任务完成。红黄灯，倒是对西南高速线有点感兴趣了。这玩意儿上西南高速线咋跑啊？我没想到他竟然会有西南高速线的任务，就可能我怎么感觉会有那种非常好的完成任务场景。我怎么感觉像这种都是甲方要求的？这为什么要给这个线做西南高速线的任务？给这个车，不知道是不是 JT 那边要求的。行，76公里，1小时18分，算是体验了一下这一个和谐电一。那这一期就这样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